上班族到底压力有多大？一个测验测出你内心有多忧郁。有一份热门的心理测验，您觉得哪杯饮料最容易被下毒？您会选咖啡、白开水还是茶？我第一个直觉应该是水吧，咖啡吧，咖啡，因为我常喝咖啡。答案揭晓，选咖啡的忧郁指数80分，选水的忧郁程度55分，选茶的忧郁程度只有10分。喝了水之后有80分，哇，工作啊，55分，那还好啊，那不算高啊。遇到感情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些陷入一些困难，感情真的不好说，算准了。选择咖啡被下毒，代表心里超忧郁，这根据在哪里？投射我们的内心最深层的潜意识，第一个反应说，下毒。 咖啡有象征是有忧郁悲观的情绪，因为咖啡是苦的，它是黑色的，所以代表有忧郁的心情情境在里面。因为水都没有任何的添加物，你不会带任何的想法去谈恋爱，就会容易陷入一个情感。您的忧郁已经超标了吗？不管测验准不准，日子还是得好好过下去。记者陈茂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